这不是上次来我家那条小狗吗？你还认识我吗，小伙子？过来，小兄弟记性不错啊，还记得我喂过它。好了，清静一下就够了。我是出去找小黑的，经过他家门前碰到他，结果他还记得我，这还抱着我不让我走了。下次啊，下次我带东西来看你，今天没空啊，兄弟。咦，跟着我追。这狗东西，快回去了！我今天没空啊，快回去了，下次来看你。这还抱着我不让我走了。所以说这些小动物都是有灵性的，上次我就给它吃了一块鸡肉，它到现在还记得我。快回去了，别跟着我啊，我要去找小黑了，一大早就起来了。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小黑，再出去找找吧。怎么又碰见你了呀？看来今天我们俩有缘呢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哎呦，踩疼了吗？啊？一个人怎么跑这么远来了？走，我带你回家。等会儿你跑着跑着又跑丢了。哎呦，这狗东西还有点分量啊。小黑找到了，在很远的地方。我是回家带二黑出去叫他的，我叫他他不回来，把他老婆带出去试试吧。我已经和他对峙几个小时了。走，鸭子这么大一条狗他都敢去惹。走，回去，我送你回去，以后别跑这么远了，跑出来了你哪里找得到啊。这狗子也是调皮，一个人他敢跑这么远，如果不是遇到我，估计他又要跑丢了。多久？把他送到他熟悉的地盘了，就在这儿待着啊，别跟过来了，外面坏人很多呀。我也该走了，那就这样吧，再见。又想跟过来，还好被我吓回去了。这小狗太调皮也不好，这样很容易走丢。